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面具男，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季低端量产的小刀三刃木，对吧？三刃木这个型号叫什么来着？我也忘记啦，咱对焦看一下，734，对吧？上次这把叫730T，这把叫734啊，可以看出两把都是7系的小折刀啊，大小是。比较小的啊，当时这把刀是在我入这把刀之前最喜欢的啊，后来入了这把刀，最喜欢又成这把刀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把小刀啊，刀柄啊是双色计时，对吧？蓝色计时加黑色计时一个打磨，并且有镂空设计，对吧？这当时非常牛逼的感觉啊，这是感觉非常牛逼的技术了，就像这把刀的一样啊，做了一个内嵌，结构是比较轻的，真当时是非常牛逼的技术了。然后，可以看出啊，正面标准的三颗螺丝，三刃木标准的三颗螺丝啊，这个格柱是有个圆柱形的格柱啊，圆柱形的格柱，这个刀挺黑的，反正是啊，黑色，颜色挺黑的。这把刀呢是我拥有的第一款的这个快开旗的这刀啊，第一款拥有快开旗，又拥有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推刀钮的双推啊，也是双推，推刀钮的各种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把刀的背夹上是有一个三刃木的一个标志的，对吧？背夹上有三刃木的标志，然后整刀也是非常的小巧啊，非常的战术。这两把小时候喜欢战术风格啊，现在。不是现在啊，小时候非常喜欢战术啊，当时一个年代的爱，对吧？好，看一下这把刀的快开啊，这么长时间不用了，其实我真没开过啊，我要试试它快开啊，不一定能打开。哟，哟，居然还能打开啊，居然还能打开，真的是，哦的，这次没打好，哦，也不太顺啊，哦，需要往后一点这个才能打开啊。好，我们打开就看一下吧啊。首先，这把刀也是老标三刃木，然后734，整个刀型设计非常像一条鲨鱼，对吧？包括它上面还有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啊。这上面这个块不知道用来干嘛的，像一个鲨鱼。这个刀是有一个小护手的，对吧？有一个小护手，由于它是用了一个快开的设计，加了一个小，多了一个小护手。整刀也是比较小的啊，也是比较小的。大家看一下我的手，哇，也是小拇指根本就握不到它啊，基本上握不到它。还有大拇指也得弯曲才能握到它啊。你要如果正常握刀的话，我喜欢是这样的握姿啊，一个最起码得是一个这样的握持感才能合格。对我来说啊，但是也是当年年纪小的时候手小啊，高中时候的玩的刀，刀刃是黑色处理啊，黑色涂层处理，但是这个涂层不是 DLC 啊。怎么说呢？这是一个什么涂层的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感觉不是那么高档啊。整刀当时吸引我的是这个 S 刃，对吧？水滴头 S 刃，非常犀利的一个设计啊，非常犀利的一个设计。当时也是喜欢这把刀的这个整体设计啊，非常像一条鲨鱼，对吧？就像这个一样。当时是非常喜欢这两把刀的设计的，然后以至于后来买那些战术刀啊，就是受这两把刀的影响，其实算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两把这刀啊。然后，线索有钢衬啊，并且钢衬也是全做了黑色，并且内部有减重，它的减重孔就跟外面是相通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镂空的，这个对吧？这是很早。早之前很牛逼的设计了，我觉得是当时很牛逼的设计了。然后，这把刀的刀型也是原创，这里我要说一下啊，三刃木在早期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是原创设计啊，都是原创设计。所以说，早期的三刃木还是比较有这个什么的啊，比较有玩的这个价值的啊。这自己设计的小刀很好嘛，对吧？很好嘛，我现在也是非常喜欢这几把刀啊，虽然我一把它用花了，包括这把刀刃都已经生锈了啊，好久不保养了，也是非常喜欢这几把刀的啊，原创设计啊，很舒服的小刀，很舒服的小刀啊，我猜是原创设计啊，我至少没在网上看到过啊，可能有看到过的啊，可以给我纠正一下啊，然后整把刀的开刃是很犀利的啊，这把刀我连用都没用过，全是用来收藏的，这把刀是非常喜欢用来收藏的。怎么说吧，快开旗小刀线索，然后当时价格也是四五十块钱，也就是40块钱吧，
高中时候40块钱对我来说，快开还是比较贵的。这是把电片折的啊，以前的刀都是电片折的，所以说对电片比较有感情啊，结实耐用，对吧？不像轴承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刀的一个啥，就纯玩了啊，咵开关了，开关了，你开个1、2万次就不想再玩了。好，这把刀也就介绍到这里啊，就是总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把小刀。对，你看一下这几把刀的收纳比啊，三人木在做的时候都是比较不错的啊，都是收纳比都是比较不错的。现在有某些人都是看收纳比的，包括英朗这一款也是收纳比比较不错的啊。要需要说的是这一款收纳比是一般般的，收纳比是一般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弯刀柄，但是三人木的这几块弯刀柄收纳比是做的不错的啊，整刀。包括整刀的线条，整刀的线条也是非常的流畅啊，非常的流畅，感觉不出就是说有突兀的地方来，对吧？当时可能是我猜这个是这带一做一个带护手的原因，可能是穿东西的时候比较合适啊，穿个西瓜吧。哎，不行，收藏了，不破坏它了，对吧？给我掉地上，找死！啊，你擦一下。刀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啊，这把刀也就介绍到这儿，这把刀就介绍到这儿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款。好，这一季结束，这一期结束啊。